很多人都私讯我说，哎，嘉伟，为什么你出外景拍戏都在外面晒这么大太阳啊，但是你的肌肤还是像豆浆一样的白白嫩嫩。跟你们说，我就是喝出来的，就是这间小人泉豆浆，它可是豆浆界的精品饮品店的高一郎，因为它的用料实在又讲究，而且从南部一路火红到中台湾，跟你讲真的很红呢。小人泉豆浆都是阳光天然，选自加拿大、美国进口的飞机改黄豆，奶香味非常浓郁，保留最原汁原味的豆香，没有香料，没有防腐剂，也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物，可以让你非常安心的喝一口，好扎实的口感，而且好浓郁哦，好好喝哦。极品豆浆、极纯黑豆浆、薏仁豆浆、杏仁豆浆、黑芝麻豆浆、红茶豆浆，真的好多款哦！每次来哦，我都有选择障碍，因为每款我通通都想喝。现在呢，我们来试喝无糖黑豆浆。那黑豆呢，它就比黄豆的营养价值还要高一些，低热量、高蛋白质，浓浓的黑豆香味，然后它又口感呢会更滑顺一些。我们再试一个若神花茶，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。而且喝起来过那甘甘的感觉会回甘，喝你吗？桂圆黑木耳胶质丰富，天然肠胃的清道夫，喝出健康好体态。冰酿银耳露，天然养生零负担，用料满满的实在。还有人泉红茶、人泉奶茶、黄金麦茶、东柏林清茶、兰香玉露、酷若马美，天然取材，醇厚又清香，回甘就像现泡啦。这边还有职人手做豆花，口感非常的天然绵密哦。嗯，决定好要买什么吗？拜托我跟你说，小朋友在做选择，全部都把它带回家吧。